皇马队长要和梅西成为队友了，本泽马被皇马近期的所作所为彻底惹怒了。随着尤文财政问题的曝光，队内的天才中怪本泽马放话，要是弗拉霍维奇来皇马，我就离队去大巴黎和梅西联手。拿完金球奖后的本泽马的确不够顺心，先是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因伤被德尚排除出国家队的名单，错失了登顶大力神杯的最后机会。紧接着今年的皇马在西甲更是被巴萨反超，现如今皇马又打算买一位更年轻的前锋来取代自己。23岁的弗拉霍维奇的确前途无量，可35岁的本泽马依旧老当益壮。问一下各位皇马球迷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作何选择呢？